杀掉了吧，糟糕了，杀掉了，杀掉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，我已经三四届没有参加了，拜拜。而且从来没有，拜拜。音乐曲C 从来没赢过，我希望这一届至少活到最后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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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可以不要出来，可恶，你们就不要跟我同一队啊！我希望你们不要跟我断电啊！我跟你同一队，我就先跳人家自杀。说话要算话啊，你们都有听到、哦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那个我本来这一届的愿望是先杀草草，再杀巧克力。可惜草哥没来啊，没办法了，那就杀爆你们！杀爆我们！下一位，下一位。箱子头，箱子头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记。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，我刚刚讲什么？你说你要锁定雷神？我刚刚要说什么？我不要当雷神了，我不要当雷神了。为什么这匹马没有头啊？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啊！雷神连装完了。连装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是杰米。我只希望不要遇到野蛮人就好了。太可怕了！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是阿尔大江安，希望大江不要遇到其他人。大江，我要回江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开始哦，谢谢，开始哦。啊！要分队了，要分队了。张子基，你被遗忘了，不敢看。干嘛？泽平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开始啦！谢谢队友，谢谢队友，回来了。哇！好快哦！谁？小 A， 又是小 A！太神啦，小 A！ 厉害厉害厉害！帅了，哦哟！啊，带开带开，上起了上起了！哎呦哎呦，又是跟小 A， 你笑。我们要同一队了，每次都跟你耶。我们赛前才在说小燕又回归，我就说小燕跟我一队吧，结果就真的是一队了。我刚刚很害怕分到黑羽那队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我一抽到他们那队，我就要跳眼睛。有点类似哦，他们是浅红，我们是深红，好可怕，吓死我了。有他那队战力十足啊，有阿米跟阿娥。完蛋了，我看看哪一队比较厉害哦。鬼鬼那一队感觉也蛮凶的。哎、欸，我怕会拖累你们，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玩了，而且我现在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 UHC 改什么样子。小二，你的胜率几乎是非常非常高吧？不，你参加过几次？两次都拿冠军。多哎、欸，两、欸、次还是三次啊？两次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你两次都冠军？哎、欸，三次吧。三次吧。哎、欸，三次都冠军。三次吧，我忘了，太久没参加了。三四次了，应该是有。对，但是有连续两次拿冠军，但我觉得我运气已经用完了。不会不会，你就是我们的幸运星啊！我应该先去下面先拜一下土地公庙。你绝对没有问题的啊！啊，我们就开心玩。哎、欸，是永夜哦。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永夜是不是他？那就完蛋了，路上一定都是怪啊！就赶快拔几颗木头就下去啦、啊！这么大的森林，啊、最好是没有木头嘞。就不要我们那么衰，太低了，在山上吗？开始，山上马上马上跳下来好不好？前30秒是无敌的。当我没讲、太可怕，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这队会很强。为什么？小恩，你看你的衣服，你用爱发电。啊，对，我身上有一个爱心。我们的附近已经是亮的啊，小恩可以用爱发电啊！对，我是要有爱心，我们这一队一定赢。啊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小恩就对了。整体火种啊，真的！哎、欸，我忘记那个聊天室的软体叫什么名字，你们还记得吗？
什么聊天室的軟體？我觉得你现在要用也来不及了，就不用了。不是不是，它有个插件叫 CLR。不是不是不是 CLR。你说直接聊天室在一个黑色的那个视窗里那个吗？对对对对，那个叫什么名字？那我不是那个。我忘了，我不是用那个。啊、那算了、嗯，好吧，那算了。都标记一下10412。好，没关系，忘记了，没关系。104104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哥，你按吧。蒙哥 OK 就按啦。104251，104104，二五一。104104，二五一是高度。啊，对对对，记好中间点。要来了哦，要来了哦，哥哥们！太久没玩了，哥哥。小爱，哥哥。好像玩大怒人要那么紧张，你等下就真的大怒人直直摔，好可怕！不要再直直摔，直直摔那个 no 怕怕，回手啊！我们只有三个，而且每队只有三个人。对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树上，树上！哎、欸，赶快，赶快拿打树，打树！没事，没有没有，前三十秒是无敌，前三十秒无敌。哦哦哦，前三十秒无敌，可以直接摔下来。好，刷刷打打打。对对对对对，前面刚开始会微延迟，不过还好。哦、我有一棵树苗，可是是桦木的烂。没关系，哎，赶快做合成台，我们附近有马，可以有皮革，砸死他。对对对，合成台先，合成台先。谁做谁做？我做我做。好，木头多打一点哦，因为我们要马上下地洞。太暗了吧？太暗了，哦、我放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是哪里？太夸张了。附近有猪，好多猪。对对对，打一下猪。我下去砍个牛，砍个马，不对，马是在外面啊！哎，完蛋了！你拿那个红萝卜诱惑他进来，好可怕、啊，进不来吧？哎、欸，我拿到一颗苹果。哎、欸，已经有怪了，已经有怪了！已经有怪了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旁边下面的地方，我们要往下挖，往下挖。我们在边界哦，不过没关系了，就挖吧，就挖吧。怎么办？附近好多猪，好像打猪，可是没东西。我在打，我在打，你赶快挖！你有木头啊，赶快挖！好，我挖，我挖，我挖。我身上有9个木头，这也没有说什么等白天再上来啦，这个就是赶快挖、啊，等又直接下去了，危险！这已经永夜啊，我忘记把跳跃那个按关掉了。有铁装再上来啊！快快快快快，再多个树苗。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地狱、啊。有狗狗，有狗狗，先挖个地洞，先挖个地洞好不好？真的真的，那怪等一下就伸到我们旁边了。地洞啊！你们为什么都不挖地洞啊？工具台为什么打掉了、啊？我先把那个，叫什么那个弹跳那个按掉。好、啊、好，工具台为什么打掉？赶快往做个稿子往下挖。弹跳在哪里？哦，走路都不是。哎、欸，在按键设定。好，下去了。自动跳。选项按键设定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我下去，我下去。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哦，每次都好黑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把那个麦块的亮度调到最高啊。哎，这样最高了。有，我调最高了 ，super 高。好。靠背，原来我没调高。有了有了，我再下去了。好，娘娘，你那边要往左挖哦。好好，我转个弯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很靠近边界，往左边挖好了。好。然后我们再稍微砍一下树，获得一些食物。我们现在没有甘蔗，没有皮革。可是我觉得也不好，也不好去太远的地方，因为晚上。我要铁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拿到种子。拿种子要干嘛？铁种。哎、欸，不行，真的好暗哦！天哪。真的很暗，我完全看不到。没，我们等一下就烧个煤炭。小黑，你们下去也挖挖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那我先随便做一个那个好了，稿子。好啊，好啊。该下去了，该下去了。上面怪物真的要来了，准备好就可以下来了。那狗跑到我旁边，我吓到，我刚整个，你倒是唰一下。好暗哦，我看不到了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吓死我了！不行，我真的太暗了，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快上来，上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你们亮度有调到最亮吗？有，调最亮了，现在看不到，最亮看不到。你做个那个啊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熔炉。哎，熔炉，哎，帮你打掉。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算鱼骨吗？不算不算，可以阶梯往下，可以阶梯往下。来，先下去，先下去。阶梯往下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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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咻！那有泥土哎，为什么？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为什么有泥土？没关系，我们先回避一下哦，很暗哦。
暗哦，快，我需要光芒。好暗、快要发霉了，我快要发霉了。你旁边挖一个小洞嘛，我们放那个。挖了。你放个那个、那个工熔炉，熔炉。挖我挖我。对，有没有一点石头？有没有一点石头？我直接可以做。我有一个。三个啊，我做个石镐啊。熔炉嘞？因为太暗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对，我们全重见光明了。挖，赶紧挖一些石头。光啊！我可以做木镐了。等，不要做木镐，我给你们一些石头。有没有石镐啊？石镐，有石镐。啊，希望附近有一些那个。拓宽，我要先种一棵树。我先做一个石镐。好。把木镐拿去烧呗。对，木镐烧一下，有火把，有火把了。忘记开声音提示。显示字幕 OK， 哇，好多声音哦。这样 OK 多啦。亮了。等下我按键好像，附近有怪、哦。我觉得这些泥土真的很微妙。真的。啊，那附近有僵尸哦，可是我们要先挖铁啊，先有铁再说。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人有铁装就可以去那个地表，我们就可以去探险。哎呦，我挖到铁了！哎呦，怎么你才刚讲而已，走那么快？嗯，有铁装就可以马上去掠夺资源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资源太少了。鬼鬼，你的不是鬼鬼，都讲错名字。你有没有叫谁？你有没有叫谁？我叫娘娘。娘娘，哎呀，心杰。不是因为我现在脑子里一直想到说今天是第一天鬼门开，所以我一直想要鬼门开。心杰了。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娘娘，你要拓宽多宽？我在哪里啊？你在里面。不是、啊，我要种一棵树的宽度，那应该是要五格吧？没干嘛那么上面的？为什么那么暗？种树，不用种树啊，先挖铁，好不好，伙伴们？好吧，都先往下挖。好吧，听短了。嗯，我们要什么？等一下上去再拿嘛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。嗯，没有问题。先下来一点。哎呦，这里有僵尸在叫。对啊，哎，为什么有鬼啊？为什么他们的声音都出不来？他们声音都出不来啊！我可能要重开一下那个麦块字幕。好啊，麦块，因为他我觉得我的那个音效有问题。好，等你。欸、走，没事啊。这没事。这个人啊，没事啊。我木炭好了。我得哦。我先来弄点食物啊，没有食物不好啊。你有煤炭的吗？版本都很难，没有，我去上面拿一下。哎，上面有煤炭啊？有吧？也有烧几个。没有、啊，那我都一下了，哎，又铁。我刚是把那个、木头拿去烧。我的心。罗莉一把说。啊，我现在要多挖一点铁跟那个煤炭。我要偷偷摸摸旁边看有没有东西。好啊，先下来一点，再偷偷摸摸旁边吧。我看一下现在几个。到20层以内、啊。3 6 3 5 3 4 3 2 3 1 3 0 19 2哎。嗯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中我的小陷阱了，胖了啦！终于有声音了，有声音的。OK。因为我刚切换成耳机嘛。为什么？我懂。没换到，等一下我换个标，换到封面嘞。对啊，那个 YouTube 封面现在都有问题啊，不用理它。都卡卡的。正在将您的旷世巨作上传至 YouTube。旷世巨作。旷世巨作。赶快多挖一点。挖，会。它不能一直线，那我可以从旁边，然后挖阶梯下去吗？类似鱼骨也不行啊。好吧，那算了。但是可以为了找那个，哎、欸，我这附近可以挖哦。我刚刚有听到岩浆，可以去挖洞窟，为了洞窟就可以。哦。好，了解。对，一个可以继续往下，然后这里附近有蝙蝠身，所以这附近都是可以挖的。你就为了找矿物啊。好哦。不是找矿啊，找洞窟，看看附近在哪里。洞窟也是很危险。可以啦。那我来听听。我觉得在右边。龙岩琵琶作响。啊，右边。右边。有一些那个烤的烤物哦，可以拿一下。炙烧。哦，我挖到铁了。
哎呦哎呦！耶、我来听听。两个，三个，右边呢、欸？他一直从右边跑。等一下去烧一下啊！下面好暗哦。嗯，我们需要一点煤炭。有在在烧，在烧了，我们都挖不到。挖爆的木头拿去烧。挖到了。喂，哒哒哒哒哒，这里有好多、哦，一个，哎、超多煤炭。不过现在有洞窟也是有点困难啦、啊。没有盾。对，等一下那个先至少每个人一个盾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盾是一个铁，对不对？对。Yeah! 木头都很够吧？我身上还有。我有五个原木，直接分解喽。我有17个原木。你原木分解，等一下就不能烧喽。没关系啊，我有11个煤。好，我这边挖到红石啦。挖到红石吗？红石没用啊。红石火把、啊。红石火把干嘛？制造气氛，玩这游戏很需要气氛。需要煤啦。哎呦！你们有盾牌了吗？还是我做？你做，你做。没有，都没有。我们要养肥你。以外，怎么有人在宣传呢、啊？Hello， 你好，小羊，怎么了？蝙蝠飞翔声，右边。给你一个盾，给你一个盾。我也拿一个盾。我也要盾了，耶、一人一个盾。我的呢？你有啊？在你身上、啊。在你身上、啊哦，要不是不能打红队啊，我早就打下你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挖。我不小心把铁拿去做铁镐了，我在干嘛？